啊，对，那个每周一度的 Live Talk， 今天报名的人非常踊跃，就是有赵国强爸爸跟那个国强跟他讲，跟小强，然后只有我一个人。OK，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八八所谓的 A 量，可以不用这样，因为我应该填满了吧？有多少？一分钟，对吧？那现在可以先帮我介绍吗？然后等下帮我切下来吗？还是在干嘛？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你需要怎么切啊？我不知道，这就是个问题啊。好，没关系，那不要切，不要切好了，那我就直接讲。那大家应该知道说那个 Firefox 有很多的附加元件吧，对不对？那附加元件是可以装在 Firefox 上面，然后去做一些打印打包的事情。但是 Firefox 为止，它现在也有新的附加元件的功能。那简单讲，它就是你写一个 JavaScript， 然后或者 CSS， 然后去把它插入到网页外面，就是 user script 或者 user style， 其实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其实在由于它是手机浏览器的就是手机上面整体都可以这么搞，所以就可以有一些很奇怪的说功能好了。像比如说我现在有装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前面投影的下半部是我的手机屏幕，然后我把它按一下，我按住以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最近开始过程式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人写一个好玩的，也不算好玩的哈，就是蛮实用的东西。那我来这个地方看。他不能干嘛自拍？好，那我刚看了两个荧幕了嘛，好，那你看到说在这地方就有差距的，然后有左右两个，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空这个钮，那这就清除所有的 app。先除出来，我把它按一下。这空是你换的？不是，是它本来就是所以就是最该讲的那个东西。好，然后另外还有像是Firefox OS 的 browser 啊，其实你看的话，它会有一个模式，那个看全部分页的在这里。好，这里能看全部分页。那但是当你从别的地方按网页的时候，它会没有那个钮。那有时候有点不方便，因为统一都有，其实还蛮方便的。那也有另外的 A 可以做这件事。那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啊。那我自己就有去试着做一些东西。那包括说我第一个制作就是台湾大车队的那个5688轿车，因为5688轿车其实它在 Firefox 的Firefox 上面是可以跑啊，只是界面很奇怪。那我实际上做一些这样的。不是很好操作，就是现在目前的状况不是很好。5688，好，先加入搜寻网路加车系统，那就是我们搜寻。好，网路加车系统，啊，不小心错了，啊，太对了。好，大家看到说这个画面啊，其实有点麻烦，因为都缩得很小。那当然你可以说那就把它放大就好了，但是放大当然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那所以总之我就把它写了一个东西，我就想说好，那我从因为它后来发现是改本，那我就把它独立叫出来，那一本。有一点慢。好，算了，写到我们不要用的时候，好，直接进入实作。那实作的话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它有提供一个范例的 demo。你要重开那个分享，好。重开分享。那这边可以暂时先关起来。好 ，OK， 那为什么我需要两个？对，这个确实。好。我就喜欢这样子，因为你刚才不是他跟讲话。那不用啊，不用，我不用照着我那个方式啊。好好。这样后面根本看不到下面的东西。是，相机跟着关这一颗。对，我知道关键。好 ，OK， 不对啊，刚错了、啊。诶。你那边 video 看一点就可以了。
关掉。但鼻流还是完全没有鼻涕。哦，对，还是没有鼻涕。好吧，好像不行。好，期待，期待。我这样看不太，这样不是蛮好的。所以其实应该是接我的出去。这接你的也是没办法的。不会啊，但是只看到我的面。嗯。对啊，所以如果没拍摄，一定要叫接你的。对，就是我接你。OK， 好，不管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下载它最新版的那个里了。那你的手机也要刷最新版的那个。那刷完之后呢，你的 Web ID 就会长像这样子。那这个 Web ID 它的用法呢就不多说了。那总之你把它连上你的手机之后啊，那你就可以出去下载它网页上面有一个 example 来看。那网页 example 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CSS 要讲，跟一个 JavaScript 要讲，然后还有 icon。那这些都先不管它，我先把它不明就里，就把它按下 play 装起来试试看这样子。哎，结果它连不到我这个，对，开始。好，那我先不明就里把它装起来。好 ，OK， 那我先安装了。那安装完以后呢，在手机上面呢，你就会看到说在设定里面会有 A 到。手机上去看。那这边就会有刚刚所出现的那个 A down example， A down， A down example。那目前装刚刚这个都是停用的，你要记得把它打开。按下去，然后就把它开。那它就出现一个 sticker 在上面说，就是啊，你有装了一个 A 档，哇，棒棒这样子。啊 ，OK， 就是它的，就是这些 A 档，哎，看我一个不用，就是说测试。那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 trim 啊，跟它的 size 都写在这边。那这个是一个正常 size， 它可以把它随意的改。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好棒棒的，它的 font size 其实根本有问题嘛，就是太小了。那所以我决定我要把它放大一点，比如说像那个方块型。100好了 ，OK， 那我压一下 play 吧，把它往前上，不行，要先存档，存档压一下 play 啊，那就告诉你 Firefox 的时候告诉我，哎，已经装完了，那装完以后呢，我就再把它按下启动。哎，那这就发现说，我显然是改错什么东西，不过它看起来确实跟刚不一样，所以有些问号，它就是刚修改的结果。那它的程式结构其实基本上很简单，那它是走向 Chrome OS， Chrome 一样的 ADOM 的模式，所以你现在要写一个 manifest 的 JSON 档，那那个 JSON 档里面就会写着，这是什么样的程式啊，可以来干嘛的啊，它等于什么啊，然后以及说在什么状况之下才启用这个 ADOM， 那比如说这边是说只有在Gaia 的主画面那边才会启动这个东西，那它在要放什么跟 JavaScript 放什么？好，那你就用这种方式去写完你的 extension， 那再来下 play， 它就会装上去了。那举个例子，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弄那个5688嘛，那它 JavaScript 是蛮简单的。JavaScript 是这样的，那简单的讲我在干嘛呢，我在说如果我遇到的是那个5688的网页，我就前面把它加 viewpoint， 因为我要它的那个解释方式是在手机上面可以解释的，我全把它加了 viewpoint。 那另外呢，我在里面的程式也把它写了一下说，就是它本来是要扣外面的一个它的 iframe 的一个 function，那结果它那边被我干掉嘛，那我就自己把它就是 overlay 的那个方程说，就把它延伸给我就对了，然后延伸给我之后，要重新把它扣进它一圈，那就可以 run。那里面的 icon 我直接就再换了一下 CSS， 改了一下它的一些 CSS， 然后就可以用。那另外一个东西是，我们公司有在填它的外出单啊，从网页上面改。那这个外出单，我现在先不需要手机了。那外出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网页的表单，那它填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会懒得填，然后就被我们家的那个行政骂。好，那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帮我先预写一些外出单的那个格子的 ADOM， 那他就会帮我直接填说，因为我最近最常去某公司去工作，那所以我就直接说反正我下午一定在某公司，然后我就直接帮我填上时间，然后跟公司名称，然后说原因是为什么，那只差我按下一个确定，这样，那这样子可以帮我省点力气，那看他说会不会比较不会忘记要的。
其实我们都不要说，经常也都是忘记，就是忘记了，没有什么不要说忘记的。这跟那个东西的好坏没有关系。好，那所以就是关于二十二 A 的，那只有在2.5上可以用。那我已经有把它的现在的文件稍微翻阅一下，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网络搜寻 Firefox 20 Beta， 然后就有一点点中文版。我就做重点翻译的部分。系统端的翻译我觉得麻烦。耶、yeah, ，所以就是我还是全要用的。对。耶、yeah, ，那我还是全要。好，那大家就这样子，没了。